一到周末，孩子都要我给他做这个排骨焖饭，配上各种蔬菜，营养又简单。孩子吃了一碗又一碗，洗净的大米加玉米、豌豆、香菇、胡萝卜，煎好的排骨，一勺食用油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袋焖饭酱汁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，加入平时煮饭的水，电饭煲按煮饭键即可。真的太香太好吃了，周末了也给孩子做起来吧。